两箱行车上装了一块大型珍贵林木扁钵，山老鼠趁着中秋佳节，大家忙着团圆烤肉，动起歪脑筋，利用车上的托运工具将国家一级珍贵的林木扁钵托运上车。不料却被民众发现，通报警方，获报后立即前往逮人，来听一段警方说法。接获线报，在三星乡安农溪旁发现可疑箱型车出没，且现场传出不明木头香味。本局获报后立即赶往现场。 发现林姓犯嫌正将先前埋藏在草丛之林木运装上车，我们本所同仁情急下，厉声喝止，并上前逮捕林嫌。警方获报立即前往逮捕违法行事的山老鼠，当场查扣具有铰链装置之箱型车及价值3万元的珍贵林木扁钵，甚至在车上发现毒品海洛因，不止偷窃国有林木，还贩毒。警方已依轻战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他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。